四个人伫个即个所在，海岸路三段都联合服务处。我相信对北区的民众来讲，甚至对台南市的民众来讲，这拢是一个真好真好的代志。大家有同感嘛？无啊？啊，大家有同感无？啊，我伫个遮嘛要来勉励咱未来五议员吼，选举无在乎吼，认真服务就有啦。哦，认真服务就有啦。虽然我两天前开记者会，有宣布吼要暂停市长选举的活动，全力吼全力结合咱王永南委员、陈廷辉委员，哦，以及咱台南县其他的委员，斗阵来争取县市合并的这个工作。哦，今仔日若是讲台南市县市会当顺利合并，对咱地方的发展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代志，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吼，但是。虽然讲咱咧竞选的时阵啊，竞选的活动、市长的竞选活动暂时停止，但是服务的工作袂使停啦，服务的工作袂使停吼。今仔日服务的工作若继续做落去吼，我相信吼，市民吼，市民啊一定会甲咱回报。啊，我相信因过去咱吴议员伫个王定武王议员的服务处内底，都已经吼有真好相当的服务的经验。现主持来到北区吼，一定是驾轻就熟，所以我伫遮吼再次哦肯定咱未来五议员，我嘛希望讲吼，大家全力个支持，全力个支持，无论是服务或者是竞选，甚至未来问政，哦五议员当作是一个北区吼，大家肯定个议员，安尼好唔好啊？哦，伫遮再次祝福大家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感谢，再就是咱同学声来感谢咱的赖清德赖立伟。